本期将解一个外面收费1688的最新欢乐斗地主全自动挂机项目，号称日赚200以上，包含挂机交办以及使用教程都详细的讲解啊。这是全自动挂机斗地主赚取欢乐豆啊，回收还是老项目，这次交办有所更新，不是之前那种自动托管打牌的方式啊，升级全 AI 挂机模式，自动挂机、自动手自带手动和模自动两种模式啊。现在自动模式已经很完善，零卡点，放心使用。辅助工具啊，这么多自己看就可以了。设备要求需要电脑，购买之后是包含这个月卡的交办和使用的教程。这是交办，然后这是视频演示啊啊啊，自己看就可以了。这是资源的下载地址啊，打开卡密网站就看，自己看就可以了啊。卡密网站，然后在卡密网站的搜索框输入关键词啊，这个关键词。然后搜索就能找到了，然后自己购买就可以了啊，非常好的一套教程。如果需要整套教程的话，再来同样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文章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这一个最新欢乐斗地主啊，或者是欢乐斗地主全自动挂机，就可以直接下载百团教程了。